我被你养着你，不要你不打我，我要孝敬你呀。小二回来看你，看吧，到是繁忙了。1948年，家住在江苏海安县的汪承松，在上街买盐时，不巧遇到来抓壮丁的卞庄国军。他想到家中还有2岁大的女儿，汪承松根本不想离开，但这兵荒马乱之际，很多事也由不得他。随后，汪承松成了国民党21军的一名士兵。得知短时间内无法回家的汪承松，只能无奈地跟随部队走。不过他依然很担心家中的2岁女儿。在出发之际，汪承松碰到一位同村的乡亲，他把身上仅有的2块银元用布细心地包起来，委托这位乡亲带给他的宝贝女儿。那时女儿刚刚2岁，才学会叫爸爸，这是当爸爸最兴奋的时刻。1949年4月20日，渡江战役打响，汪承松所在的21军很快地打了败仗，部队随即撤至上海。同年5月，21军部分被解放军歼灭，而侥幸活命的汪承松变成了战俘。此时的他正值年轻力壮，被要求加入解放军29军。以为即将结束战事，可以回到家乡的汪承松，在下一场的战役却让他的希望化成了泡影。10月，古宁头战役打响，汪承松随部在金门村家登陆作战。在战斗过程中，汪承松因腿部被炮弹击中，无法后撤，又一次成了战俘。随后，汪承松被编入国军第18军，在战役结束后，随军去到了台湾。而解放军这边误以为汪承松已经牺牲，便给汪承松的家属发放了烈士证。汪承松来到台湾不久后，就在1954年退伍了。由于没读过书，身上还有伤，汪承松的生活过得非常不好。为了生计，汪承松在最初时只能以捡破烂为生。后来他发挥自己的专长，开始做起了豆腐，并穿梭在大街小巷叫卖，而且这一卖就是60多年。生活暂时稳定下来的汪承松依然非常思念家乡的妻子和2岁的女儿，他一直期盼着回到家乡的那一天。在台湾的期间，他也委托人写信回到家乡，但始终石沉大海。他也担心女儿是不是早已不在人世了。到开放探亲后，汪承松也因为双重战俘的身份，担心回去会给家人带来困扰，所以迟迟不敢回乡。就这样，直到2012年时，他将愿望告诉村长，这件事才出现了转机。借助两岸各界及媒体寻亲，终于联系上汪承松的女儿王秀兰。一开始，王秀兰不敢相信，因为在她4岁那年，就从大人口中得知父亲已在战场上牺牲。随后，母亲改嫁，将她交由3伯3婶抚养。母亲改嫁那天，给了王秀兰2块银元，那是那时汪承松托人带回来的2块银元。他将爸爸留给他的银元藏在箱底，即使生活困顿时，他都舍不得变卖。到2014年，王秀兰决定前往台湾当面认亲。一路上，只要说起爸爸，王秀兰就哭。她不停地说：“别人都有爸爸，有父爱，有母爱，而我没有。”到达汪承松所居住的宜兰后，等待了半个小时，汪承松老人才出现在了众人眼前。他拄着一根拐杖，满头白发，走路一晃一晃，看得出来十分吃力。而最令人惊喜的是，王秀兰还未对上话，竟然一把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，说道：“那就是我爸爸。”这让他毫不犹豫走上前去，伸手要去搀扶汪承松老人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汪承松却把王秀兰的手甩开，然后说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还没确认是不是我女儿，你拉我干什么？”原来在此之前，汪承松曾经被冒称女儿的人骗了毕生积蓄，从此让汪承松非常缺乏安全感。汪承松太想见到女儿了，但他也怕被骗，怕希望再次落空。随后，汪承松老人开始盘查起王秀兰，问题一个接一个，询问王秀兰家人的名字、村里的老井、
邻居的名字，村里当年的事情。王秀兰在回答时慢慢反应过来，眼前的父亲是不相信自己的身份的。随后他脱口而出，当年你托人从战场上给我带回两块银元是怎么回事？汪成松愣了一下，关于银元的事情他从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，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只能是当事人。王秀兰紧紧地盯着汪成松，眼睛满是泪水。随后汪成松突然转向女儿，嘴里不停说出，我要补偿你，我要补偿你，我要补偿你。对呀，对呀，我被你养的，我不要你不打我，我要孝敬你呀，这是女儿的孝啊。随后在相关人员的帮助下，两人还做了亲子鉴定，鉴定结果他们就是亲生父女。认亲后，王秀兰希望把老父亲接回家乡照顾，但老人直接回绝了。因为汪成松之前被骗的经历，身上已经没什么钱，他怕回去会给女儿添加负担，也怕他是双重战俘的身份会给女儿制造出麻烦。最后经过王秀兰再三劝说，汪成松最终答应和女儿回到离开几十年的家乡。离开台湾前，汪成松老人和台湾的邻居们一一道别，他说着，我终于要回家了，脸上洋溢的笑容像是他多年来最开心的一次。回家后的汪成松第一件事是在女儿的带领下去寻找母亲的坟地，但经过多年，坟地早已平掉，女儿指着可能的大概方向。汪成松随即大哭起来，喊道，娘啊娘哎，你小儿回来看你看吧，到是房母了，娘啊。两年后汪成松老人在家里去世。在老人的最后生命中能与女儿相认，完成他多年的心愿，我想这会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刻了。